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这个图哈是一个线对称图形的一部分的，直线 L 是对称轴，所以这个图的话哈，你就把它给复制过去，所以应该是这样的图的，啊，应该是这样的图。好，那么 A B D C M E A B D C 跟 M E 哈，跟对称轴是垂直的，若 A D 等于 D M 等于3。AD 等于 DO， 这个都是3的，哦，好，3公分，然后 ABDCME 是这个4公分，哦，这个都4公分的，哦，所以这是一个呢长方形的，哦，因为它是垂直的，哦，这4公分4公分，所以这个是一个长方形。好，这整个线对称图形的面积为何？好，整个线对称图形的面积哈，就是一半的两倍嘛，哦，因为这个只是线对称的一半而已，我们把这个的面积算出来乘以2就是了。好，那这个长方形面积多少？就是4乘3嘛，啊，加多少？加这个，这个是3乘4除以2，3乘4哈除以2，这样等于多少？这样是2得4嘛，6。12加上6 18 啊，所以一半18，那另外一半也18嘛，所以全部的面积哈，哦，等于18加18就是两个18，所以是36，所以答案是36平方公分，哦，平方公分。